打线直径敲出两支安打而已。这个球打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了。哦，在那边是敲出了左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一支。张宗义在今年球季啊，个人第一支的安打也出现了。今天以张宗义来讲，不管是攻击跟守备哦，真的都表现得蛮抢眼的。那边正好这个球有点跑到中间的近点了，反向的攻击的最后挥棒的一个击球点确实掌握得很好。团队的第三支安打。